我阶段性追算。我是比如说我拍戏的时候，这场是一场重场戏，然后我会看我这场戏表现得怎么样，或者是这场戏我觉得当时可能演得没有达到自己特别特别满意，播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下，然后如果哪里有问题我就会记住，下次会更好。容我三思，这好难哦，因为我一胖就先胖脸，我不用胖30斤，我一胖10斤我的脸就已经吹成球了，所以30斤真的让我要三思一下。律师，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这种条条框框的东西，所以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妈说，给我自己2次机会，如果连续2年我都考不上中戏啊北电这种学表演的学校，我就会去学法律。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后面应该会挑战其他的物种。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特别佩服就花样滑冰、冰上舞蹈，我觉得这个好厉害。我觉得是常事儿。我小的时候跳舞蹈的时候，我的指甲就是一直淤青的，一直这个指甲都磨得有的掉啊什么的，其实是一个常态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包括其实这次我刚刚录了一期武林大会嘛，也是指甲又淤青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其实我好像一直都不太说得上来说我为跳舞，或者是包括现在大家问我你为拍戏你最辛苦的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们做这份职业这些都是应该的，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辛苦，所以每次问到我为了这些付出特别特别辛苦，我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可乐鸡翅。辣的，我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，就火锅啊小龙虾呀、反正就是比较重口味的都爱吃。我其实经常看超话。怎么没看粉丝私信啊？其实我在粉丝群里。我空降一下吗？我经常空降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窥屏一下。他们最过分的是什么？他们在群里斗图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放各种美食，谁吃什么好吃的就在群里各种斗，然后我就默默的假装没看见，等下次我吃大餐的时候我就发进去。没有收到过最多赞还是赞都很多。好像自拍不太多。一般是什么内容比较多？我的心里只有工作。会啊。最想吃的是哪个部位？瘦脸。能给我们看一下你上次你最近那个照片？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哎呀，总爱看人家手机。这是我今天拍你们杂志的照片啊，这个是这个袖子特别特别肥，他们非要给我粘胶带也要让我穿。这是后背。会我有圈内其他好友的表现吗？之前用气哥的很多。你们俩会聊天时会动吗？他的特别特别多，但我的是现在才开始多起来。那我哪能说呀，不为人知，我说完了不就人尽皆知了吗？所以不能说。还好吧，我其实平时穿的就是舒服的衣服比较多，从起床到出门1个小时吧。因为我平时我出门都不化妆的，我觉得好不容易拍完戏了然后收工了，就能不化就不化吧。有一开始我通用的方法是不承认，我说我不是，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去做指甲，然后那个美甲师然后就一直说我是毛晓彤，然后说我不是，那会儿正在播锦绣未央，后来他们就一直观察我，
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另外一个美甲师就拿着手机百度的图片过来说，你看你痦子都一模一样，然后没办法就承认了。嗯，包包吧，对，我特别喜欢小包，有很多小小的包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大部分都让助理去网购。暖贴、蜂蜜、咖啡，基本都是开工要用的东西。我只有拍戏的时候很养生，因为我心疼我自己，觉得每天开工很早，收工很晚。但我只要不开工了，我其实就比较懒了，就不太保养了。冬天会喝玫瑰红枣枸杞，夏天会喝柠檬，或者是我妈妈经常给我寄酸梅汤的那种底料，里面就有什么苹果干啊，然后话梅啊，酸梅啊，然后糖啊什么的，一包一包的冰糖啊什么的，就是夏天煮就好了。 Double kill 完了，你们这个访问暴露太多东西了。我都是真人闹钟，就是工作人员不停的敲不停的叫。我通常是把房卡给他们，然后我说不要敲门，让我下去开门，然后他们就是刷卡进来，然后就在床边叫。那个墙还好。嗯嗯，对，那隔壁坐的把脚蹬上来不算吧。我其实挺慢热的，然后我对气场合的人就话比较多，如果感觉气氛不是很那个，我就一般不讲话。你是什么星座？而且我比较喜欢研究星座。超级，很多人觉得我特别跳跃思维，后来越大我自己也觉得确实超像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。双子天平风向的，就是大家一起疯的那种。